们要上第三首了。的顺位是排在新北市的后面，那如果是我们的新二代是排在是我们全台湾的第三名哦。那目前越南籍的新住民在台湾呢有一万多人。số lượng người nhập cư mới của và các cháu bé 2011 cho đến 2016 thì ở liên tục ở thành phố Cam Phong, cục giáo dục đã mở có nhiều lớp dạy tiếng Việt để cho các cháu. Và hiện tại thì có hơn 1.300 cháu đang theo học các lớp tiếng Việt tại các trường tiểu học và các trường phổ thông cơ sở ở thành phố Cam Phong. Và cái hoạt động mà bố mẹ học tập cùng với con cái thì cũng rất là được coi trọng. Và hiện tại thì là ở thành phố Cam Phong, tại Cam Phong thì có 153 位是老师跟我们的家长一起共同参加这个亲子共学的计划。那现在的天福高中có 4 trường cấp 3và có mở lớp tiếng Việt cho học sinh có thể tự chọn lựa môn trở thành môn ngoại ngữ thứ hai. 目前高雄市有四所高中的学校那开设越南语的选修课程。那这个过程呢学生在学校里面都可以选择越南语可以选修。以我们高雄市的中正国小来说呢，目前是像各位贵宾也看到了，我们中正国小就是在这个老师教学的过程，是利用的是歌谣、美食这样的文化，那结合的是语言的教学，那期待的小朋友这个过程不只是学习妈妈的语言。而是在通过的文化可以认识妈妈家乡的文化。Điểm đặc sắc trong việc dạy tiếng Việt cho các cháu ở trường tiểu học ở chương trình đó là cô giáo sử dụng dạy các cháu học nói, học hát và dùng ẩm thực để các cháu vừa biết nói tiếng Việt cũng như thông qua việc mà giao lưu văn hóa và tìm hiểu văn hóa thì càng có ấn tượng và tìm hiểu biết nhiều hơn về đất nước Việt Nam của mẹ. Hello.今天老师有教你们唱越南语歌，还有之外呢，老师还有教你们做一道菜是越南的春卷，它就是这样子。你们有吃过吗？有。那有没有哪一位小朋友包过？那你们知道是春卷是怎么做的吗？那今天老师会教你们说春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然后我们的越南春卷是怎么讲呢？就是拐棍。今天老师会教你们是拐棍。然后呢，我们要用那个春卷包那个春卷，就是什么？
我们包春卷一定要用春卷皮，春卷皮越南话就是饼肠。然后啊，里面是有一条白白的，就是像台湾的米粉，对不对？可是不是哦，台湾的米粉比较稀一点。然后越南语就是馄饨。馄饨。还有你们有吃的，在里面有什么东西？猪肉，对不对？有猪肉，然后猪肉怎么讲呢？皮条。皮条。还有什么？虾子嘛。虾子是越南语怎么说？冬。冬。还有我们春卷里面还有我们有包剩菜，对不对？然后剩菜里面有什么？招红鬼，招红鬼，就是台湾的九层塔，对不对？台湾的就是九层塔，没有吃生的啦，就是用那个饭菜烫，里面有才吃。还有什么？小黄瓜，小黄瓜就是日料，日料。还有一种菜，就是类似像那个北生菜一样，对不对？可是我们叫那个莴苣，那个叫招沙拉，招沙拉，招沙拉，招沙拉。然后我们这顿卷不能少一样东西，叫什么呢？鱼露。因为我们吃顿卷一定要有鱼露才有入味，对不对？对。对，那鱼露呢，是台湾的都说有点很臭，对不对？那你们刚开始妈妈做那个鱼露有没有闻的习惯呢？有哈，因为妈妈已经调好了啦，对不对？妈妈调好了就不会说很臭，可是没有调好就是说都很臭啦。那个鱼露呢，像老师有时候老师自己做的时候呢，老师会用什么？柠檬，柠檬怎么说？摘，摘，还有加点糖嘛，糖就是糖。糖，还有加点酸头，然后我们叫怼，怼，还有加点辣辣的，就是什么红色的辣椒，对不对？辣椒我们叫是鹅，这很简单，对不对？然后现在你们会不会这个叫什么？鹅芒。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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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我们会请那个三位同学上来跟你们就一起吃饭，好不好？还有同学会，有没有报过的？有报。妈妈有报过吗？在我们的线上，今天呢有两位来自县，来，我们把现在纸给他上，好，等一下吧，对，来，好。
nhân dân thành phố Đà Nẵng và cùng với các cháu cùng tới đội phố. Và Phó Chủ tịch Ủy ban nhân dân thành phố Hải Phòng và cũng cùng với các cháu tới đội phố ạ. Trong quay vai trò của hai bác hôm nay cũng là người thân của các cháu và cũng là những người lớn thay mặt đại diện cho ông bà hay là cô bác trong những người thân trong gia đình của cháu và cùng với cháu hoàn thành cái cú gọi cuốn trong ngày hôm nay. Và bỏ lên bánh xong thì nhờ hai bác sẽ cùng với các cháu thực hiện cái việc mà hôm nay cúng gọi cuốn.所以我们大力的推动，
那现在高雄市，这个越南的，我们每年大概有越南母语的一个演讲比赛，那还有我们在学校，那刚刚有做过，整个高雄市大概有41班的孩子在学习越南母语，啊，有几个高中，他们也有越南的语言，这是选修，啊，跟这边的尊重。孩子，他们能够学习母语，也是给予高度的鼓励。那我们看到很多新竹的孩子都非常的优秀。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韩皮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新竹的孩子，他非常优秀。他的越南母语、客家话、台语。不取的无差，所以我会认为高雄市这样的一个名特色，让所有的孩子学习会讲自己的母语为荣。啊，这样如果今天我们东南亚的所有的国家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东西都这么密切，那这些孩子从小学习母语。对我们未来跟当地的这个企业国家，孩子会讲他们当地的语言，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将来我们很多的台商也很需要很多的人才，那这些人就是为他们奠定最好当地的基础。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看到有这么多孩子努力在学习妈妈的话，啊，我们真的觉得是高兴，也谢谢我们的教育局在执行这个政策，啊，鼓励很多的新住民，鼓励很多新住民的家长，这些都很重要。好，有时候他们演讲之前，我会讲几句话，他说会后悔。好，谢谢。早，对灯下镇亚妞，学中小学中尖，读阿爷，舌头对啦最难，最崩落，最崩棒，爸对啦爱来乱黑卡，妈对啦爱闽南。妈妈还有爸爸。啊，奶奶不会。有。好玩。都市。越南话讲厉害一点，好不好？好。你要教大家讲一下再见怎么讲？单饼。单饼。那你要怎么讲？新早。哇，好厉害！那还有人要吃饭怎么讲？安根。就希望这样子，我小孩就希望他会讲母语。对，如果出去去越南的时候，他方便跟人家沟通。沟通，你说他做什么？沟通之后呢？沟通就是，如果他出去外去越南的时候，出去跟人家讲话会沟通。好，谢谢。你觉得他们学校这样教的小孩子，他们会讲吗？会。会讲哦。会，他们都会讲。那在家里有没有尝试跟他讲越南话？有。有。都会讲，都平常会讲。对对。老公会不会讲？老公啊，笨笨的不会讲一两句会，教他，对，会教他，可是比较少了。他为什么不学？是很难吗？不是很难，可是他说的比较慢，小朋友说的比较快。对对对。常找一些朋友去家里跟他讲越南话，他就会了。会啊，温和就会。对对对。好，谢谢。好，谢谢。生几个小朋友？两个。还两个而已哦。对，两个很多了。对，两个就很多了，够了。然后他们这边这个教育教这个母语，你们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哦。好，谢谢。好，谢谢。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对
新住民融入我们的社会跟文化，进行他们的这个成人的学习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新住民的子女一代代在成长，现在在高雄市幼儿园到高中时的越二代，以越南二代来说已经超过一万多，然后印尼的部分大概有1400多，那其他还有泰国、缅甸、辽国、菲律宾等等。那陈局市长的政策一向是说，每一个小孩都要学习他妈妈的语言，而且他要学习妈妈的语言，我们要给他尽到支持的力量。那所以谁来教妈妈的语言呢？当然是新住民本身是最快的一个管道，因为他从小在家庭生活，如果能够讲母语，那能够在学校的时间让他在正式的课程里头去学习，这点都非常重要哦。所以今天来到林雅区中正国小，是因为这个学校呢，其实从2004年就开始做成人的这个新住民的学习了，那接着从这个2010开始，就对新住民的这个语言开设了他们的晨间学习，每个礼拜可能有两节晨间学习，然后会利用周末跟寒暑假做比较密集的班级哦。那这里头学习的语言除了越南语以外，还有泰语、印尼语、缅甸语等等。那我觉得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台湾来说，每一个新住民的二代都是我们可贵的这个种子，他们拥有双语言、双文化的优势。只要他能够看到说，将来他们对台湾跟南向的这些诸个国家、东南亚十国、南亚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能够看得到未来，我相信每一个新二代都会非常认真的学习，他以后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今天为什么特别要邀请越南来参加？看到真正那么多的越南二代，然后也看到新住民，也看到母语的学习，说真的他们非常感动。所以刚才包春园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副市长，然后副厅长他们都非常熟练，他们包春园是非常熟练的。Okay. 那其实我们希望所有的新住民本身的这个文化能够在高雄市能够随处被大家看到，它是我们很重要的多元化的一环。那学校就成立社团，然后母语的教学，更加的认识文化。那培养人才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方向，那就是从小到大，比如说高中子阶段开始，已经就可以去跟未来的就业思考去接轨了。所以台商的角色也很重要，那我们会让学生有机会进到台商的产业区去进行这个实习，你确定说，哎，我自己将来要不要走这条路，我是适合在产业界当管理阶级呢，还是我要走向服务业，还是我要念更多的书，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台湾的可贵的资产，我们要好好的培养他们。那我们现在台湾的小孩子来学这些外语多不多？刚刚说到的，就是学习这个新住民语言这一块，从新住民二代到所有的同学有兴趣都可以学习。那我看到现在的趋势是，像我们有好几个高中已经开出粤语班了，不只是越二代哦，他其实是其他的同学也有兴趣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一个不同的未来，这个很重要。然后大学来讲会增设很多东南亚语系的，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对台湾的将来发展很重要。所以跟南向建设刚好结合，当然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双语言的优势我们不要忘记，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说。那台商像越南台商在越南的耕耘的时间大概都有20年到30年的历史了，他们其实也相当融入当地的社会，然后他们也看到未来发展需要的人，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非常缺乏中间干部人才。所以在前几年发生的这个513事件的时候，跟这个陆干的这个管理的问题哦，其实造成很多冲突。他们很希望是由将来由台湾的新二代去代替这些能力，就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中间干部。所以新二代其实是有目标的，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他们在学习的时候要特别重视自己能够掌握双语言，然后在各种专业学习上要注意到跨领域的学习。但是这个学习的历程里头也不是永远在学校学习，有时候你是在产业去实习，他可以这样子不停的就是学习，然后经过训练实务再回来再调整。我相信我们人才培育就是这样子的。目前就语言吗？文字有没有在包含在内？当然语言是一定会从文字开始，它的文字是拼音文字，你越南文字拼音大部分是拼音文字，像泰文就不一样了，对，又是另外一个写法就比较难。越南虽然我说它是拼音文字，可这也是它的文字，它的发音文字就是这个样子。印尼好像是这样，对，都是这样，他们大致都是这个体系，各自有发言。泰国这个就麻烦，昆虫啊，毛毛虫。从小听妈妈讲啊，会讲，那你接受度会快。对啦。